要玩的是三子棋，就跟我们的九宫格一样，你要用圈圈叉叉，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代表颜色的棋子，两人一组，上面会有指令，你用到哪一个你就要用，你就要抢位置。我们只有三颗，所以等一下只会用到三个棋子，其他都用不到，好吗？每个人只有三个棋子。好，举例来说呢，假如我是这个，然后你是这个，那现在我知道的是 drink，我就要赶快看我要放哪里，我想要放的是 write it， 我就要在我的桌上赶快写 drink 这个单字，然后就可以放到这里。那如果我比较快，我就可以放，那他也要跟我一样放这个位置，就不能放了，他就必须要放别的地方，比如说他要放 drink sing it， 就是要做上面的指令，这样懂吗？好，那当你三颗其实都已经占满位置了，比如说我现在站这样子，那你就没有棋子了，接下来的下一步一样掷骰子，然后做指令，做的指令就剩下这些，你就要做你下一个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指的是 read， 我就要，我想要这个，因为我要把这个移动到这里，我就要念 read， 我就可以移到这里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是比赛速度的，速度快的就可以抢位置，就可以先移动，两个两个一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我先等一下，来，你们两个一张啊，你们两个一张，把自己的棋子拿回去。一个人只有三个，没关系，我就这样分开。